主啊，我一直无法放松，甚至找不到原因，求释放我。靠着耶稣的名宣告，紧绷的肌肉和繁杂的思绪要安静，帮助我不再被过去及未来的忧虑所困扰。愿祢手安抚我，使我感受安心及被呵护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路加福音18章1节。订阅今日报，陪伴你一起祷告。